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陈丽。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大家的机会是相同的。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 vocabulary。 竞争，竞争，压力，压力，相同，相同， different， 不同，顾客，顾客，符合，符合，计划，计划，专门，专门，材料，材料，不仅，不仅，赔，赔，袜子，袜子，吃惊，吃惊，竟然，竟然。好， let'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. 符合。我想我的背景符合这份工作的要求。做一个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计划非常重要。什么计划？一个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计划。好，第一段话， the first passage。 做生意时会遇到竞争带来的压力。遇到 encounter。 但是大家的机会也是相同的。清楚地了解市场和顾客的需要，做一个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计划非常重要。 Now normal speed。 做生意时会遇到竞争带来的压力，但是大家的机会也是相同的。清楚地了解市场和顾客的需要，做一个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计划非常重要。好，请回答这个问题。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， 根据这段话，做生意需要重视什么？节约，反对意见，积累经验，了解市场需求。答案是 ，the answer is， 了解市场需求。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，不仅 A， 而且 B， 或者不仅 A， 还 B， not merely A but also B。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师，而且还是我们的朋友。买来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当礼物送给别人。好，看第二段话。 Now the second passage。这个公司专门制造各种各样的筷子。各种各样 ，all kinds of。他们的筷子用不同的材料做成，颜色也都不一样，质量很好。买来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当礼物送给别人，顾客们都很喜欢。顾客 customer。 Now normal speed。 这个公司专门制造各种各样的筷子，他们的筷子用不同的材料做成，颜色也都不一样，质量很好。
买来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当礼物送给别人，顾客们都很喜欢。好，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公司制造的筷子 A 很便宜， B 很普通， C 质量不错， D 数量很少。答案是质量不错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听对话。先看问题。Let'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. 他们计划买什么？袜子、食品、饮料、洗衣机。带着问题，我们开始听。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. 昨天，妻子让我陪她去买一双袜子。进了商店，她先去看帽子。觉得有个帽子很可爱，就买了一个。然后他又买了一条裤子，一件衬衫。把他身上带的钱全花完后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吃惊地发现，竟然没有买袜子。42，他们计划买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些难句。回家以后，我吃惊地发现，竟然没有买袜子。竟然 ，unexpectedly, to one's surprise。例如 ，for example， 我不敢相信，他竟然把他的密码告诉了别人。好，我们再听一遍。昨天，妻子让我陪她去买一双袜子。进了商店，她先去看帽子，觉得有个帽子很可爱，就买了一个。然后，她又买了一条裤子，一件衬衫。把她身上带的钱全花完后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吃惊地发现，竟然没有买袜子。42，他们计划买什么？好，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们计划买什么？袜子。好，我们一起复习一下。竞争，压力，相同 ，different， 不同，顾客，符合，计划，专门，材料，不仅，赔，袜子，吃惊，竟然。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，都会有竞争。如果遇到竞争带来的压力，你怎么办？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. 再见，下次课见，加油。